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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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放掌。请翻开到我们楞严经讲义772页啊，因为呢啊，上个礼拜我们刚刚探究到何谓六解一王哦，那就是在772页里面的那个第三行，我们刚刚诠释过，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正式进入啊，世尊啊啊所开示的这一个啊。疏解的轮次啊，疏解的轮次就是说，你要解开结，并不是从第一个结啊，把第一个结的那个第一个结开始解，因为那个是最维系的，那是最维系的，也是最难解的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好，我们看772页啊的倒数第五行啊，老师先请经文。有如无始，心性狂乱，知见万发，发妄不息，劳见发沉。你不要以为哦，哈、哦，对不对？啊，家人们，每一句都四个字，对不对？啊，总共有20个字。其实这个20字，又是世尊所要开示的这个六解呀、啊。心中这个六解是从何而来的啊？那这个地方我们所要知道的就是说啊，每一个字一定有它的含义，像这个心性狂乱啊，在我们的这个你们那个啊，所谓的老师跟你们结缘的啊那一个讲义有没有啊？你有时候啊，这个讲义上面可以提几个重点字，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你啊，你楞严经的讲义没有办法说你要到何处就携带着它啊，但是你这个讲义方便携带，但是你要注意，你这个讲义呀 的所记的这一个法义的内容啊，不能够与啊楞严经讲义的这个法义啊有所出入，这个一定要注意。探究法义的时候，你这个也横切面就是法义的延展性。以及众切面法义的这个解析度啊，哦，那一定要透明。你现在一定要要求自己，不能够有丝毫的那个大概，也许好像，你现在这个大概也许好像，你一写下去，有时候呢，你自己会制造葛藤，这个是相当严重的，一定要注意。你可以去悟，可以去参。但是呢，啊，不能够啊来违背世尊在各部经典里面上所提示的法义，因为世尊所提示的法义，它一定跟比喻呀、它一定会有相契合之处，哦，所以这一点要注意。好，此先是从真起妄，我们看全释文的第一行，啊，从真起妄，我已经讲过无数次。不是说真心真性它会生出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这个妄本来就没有实在体性，它不能够离于真啊，意思是这样啊，所以说妄不离真啊，好，然后妄成六解，可见的这个六解是虚妄的啊，是虚妄不死的啊，然后从细向出，当然呢，解要解的时候。啊，要打结之时啊，从最微细啊。那像我们呢啊，在这个我们的这一棵啊，大家都昵称它是啊这一棵大树啊，都是第一节也是一样啊，对不对？从细向出啊啊，从细向出啊，犹如自从无始以来，这个心性狂乱。啊，也许呢，啊，我们呢有几位啊学员是啊，刚刚呢来与我们结这个啊楞严经的这个法缘，可能你们要提醒自己，有时候啊，您在家中，你可以事先
将这一个经文以及全释文的所落下之地啊，比方说你心境狂乱经文，心境狂乱第二句，你就要来看全释文这个心境狂乱到底是坐落在何处，然后呢你必须要用长方形的框或者是有色的铅笔呢啊把它圈起来。那这样子的话呢啊，我们上课在诠释的时候呢，你一定啊，你一定很容易就弃入，很容易就弃入，因为呢你在诠释文当中啊，先啊把它记下经文里面的这一个经文之意呀，那你就以后要探究啊这一个法源的出处，甚至于是解析度啊，要去除葛藤的时候，它都有相当的作用。老师很赞叹我们在座诸位居士哈，我一看每一个人他的这一个笔记都做得非常好，而且呢第几页第几页我都画得有条有理的。其实这些都是在于解除你无始劫来心中的葛藤。老师很赞叹我们在座的诸位居士们啊、哦！你看在这个末法时期，对不对，有多少人啊，他们的起心动念是非是正念，但是呢你们确实能够克服你们周遭一切事物的一个牵绊，暂时放下啊、哦、来呢啊这个地方我们共同来探究世尊所开示的楞严经的法义，这个都要有相当的福报跟因缘啊，才有办法来具足啊，让你在这个地方安住下来。好，心性狂乱啊，心就是我们的清净本性，也就是我们的真如真心真性。那么有人讲说，老师，我们这个清净本性，那是不是就是所谓佛的心性？你真有智慧。那佛的心性，我们可不可以讲一真法界啊？当然也可以，一真法界是绝代，它就是佛的心性，也就是众生的佛性，也就是一般啊人所说的本不生本不灭的涅槃妙境妙性，这个都可以来诠释。好，那么呢这个性呢啊，因为我们讲心性广大，现在将这四个字来拆开来，这个性当然是指妙真如性，有没有看到那个真如性上面加上一个妙啊，这个妙也就是不可思议啊。通常我们讲绝真如是绝代，理语言音声思维推论，有的人呢就用意识状态把这个真如性呢把它框起来啊，把它框起来，或者当作是一个很玄的很玄的一个义理。你错了，它这个妙真如性就是我们真如离体里面，对不对，我们真如离它有体大相大用大啊，对不对啊，所以离它是妙用是无穷的，所以说是妙真如性。那狂呢那就是指啊，一般我们讲独妥身降无明，就是说呢啊，众生呢本来啊是在如如自气就如如如如理的当下，本无一法可生，本无一念啊可起啊，但是呢啊忽然啊不自觉之啊起了一念的妄动，注意哦，起一念妄动却是不自觉之哦，你看他有多微细，对不对？那当然是指我们的独妥身降无明，独妥身降无明要到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后心金刚热智才可以断。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佛的加倍，还是要有佛的加倍啊、哦。好，那么呢啊，就如啊这个眼度达多啦啊，眼度达多这个例子啦，我相信呢啊这个啊大家都应该啊不会陌生啊。眼度达多呢照镜子，对不对啊，他喜欢镜中的头，但是呢他啊他承认说，为什么他的头没有办法见到自己的脸啊，因为他要从镜子里面呢，对不对啊，还可以照到自己的脸啊，他忽然间发觉到说，是不是啊他的头啊是遗失了、他的头本来就好好的在他的相上，对不对
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的很实在的例子啊，眼若达多不投狂种啊，这个狂种他要去找他的头啊，啊，其实我们的妙性妙性啊，众生本质存在，虽然是因为无明念起，但是你注意啊，要放下即是啊，妄没有实在体性，对，妄没有实在的体性啊，所以说啊，狂不妄出，这个乱啊，因为心境狂乱，这个乱啊，指的就是指三性啊，就是三性啊，就是所谓的无明业相、转向跟现象。这个转向你们要比它记住，转向就是见分，那现象就是相分，那见相二分没有实在体性，而是因为无名力的熏染，那见相二分是来自于自心取自心，本来就是虚幻之化，所以我们才可以转世成智。若是见分跟相分有实在体性，你要怎么转它，是不是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三性扰乱的我们的真心真净之心。好，那么呢此第一节形成了 啊，所以说啊，你最好呢啊能够搞坏的段落线啊，此第一节成，就是此第一节形成啦 啊，那么呢这个知见幻发要注意，这知见幻发就是说莲妄所发的知见是来自于哪里呀？已经有三气了，那为什么会知见万发呢？看到那个发，发就是辗转不停呐、为什么？那重点就是说，那个是因为智相，智相是我们五十一个心所里面那个慧心所所衍生出来的，这个智相是六出里面的第一出，这个智相啊，它因为。他见到了这个境界，境界你这边旁边给他写一个相分境界，也就是说第三世啦，因为这个智相啊见到这一个第三世的相分境界，他不了知这个是我们的唯心限量，就是说是自心所限之量，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唯心现啊，唯事变嘛，对不对？所以不了知它是我们自心所现之量啊，虚妄的执着，心外实有，最好加几个字啊，妄执心外实有一法可得，就是从这个地方坏了，从自相这个地方，这个自。这个智不是真智哦，这个智是指五十一个心所里面的那个慧心所啊，他呢妄以为这个相分的境界呀 是有真实之境，他不晓得呢这个相分的境界在阿赖耶识体当中它是属于第三性，那么阿赖耶识呢也没有实在体性啊，阿赖耶识的体是不是依如来藏体为体，那阿赖耶识竟然没有实体，那么在阿赖耶识体当中再加上无明念的熏染所成的这个相分境界岂会有实在体性啊，但是这个智相啊它就是我们通常讲一念不觉生善气，对不对？那么境界为缘哦，境界为缘长六处，就是说智相它以这个境界认为它实在是实实在在有的，他不晓得在三世里面的那个相分境界，那个也是祸，也是因祸而起的啊，是自心取自心的，没有实在体现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啊。那不了呢啊，这个相分境界呀 注意在三世里面的相分，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你眼睛所见的这个六尘境界，要注意为什么不是呢？因为还没有造业。在三世里面众生还没有造业，人家假如问你因为三世来对有功德，有点相分，那么有相分的境界相分就是境界呀、那三世里面那既然有六层境界，你要告诉他那个是祸还没有起身口一造作之后的那个无名力的那个祸，
所形成的那个雏形，那雏形就是好像有一个模样，有一个幻影。所以在三世里面的那个相分那个境界相，你不要以为那个境界就是现在我们眼前所见的那种六尘境界，不是哦。啊，那个三世里面还没有能所，还没有所谓的造业，所以不可能会有六尘的境界。但是呢，六尘境界都是依相分境界而起，啊，都是不离以相分境界，这一点你们一定要清楚。啊，好，那么呢，啊，不了是自心所现，注意这个自相见境界相，你这个要把，虽然中间有一个逗点，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个莲妄所发的这个知见是属于是自相，对不对啊？但是你要注意，这个自相再用第二次，自相见到第三世的这个境界相，哦，要这样子，不然的话你这个地方会断层啊。那不了之，不了之呢，这个境界相，也就是这个相分呐，啊，是唯心所现之量。而妄执为它是心外实有之法。为什么称为心外？为什么称为心外？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如如不动的真心真性啊，没有一法可得，因为法法皆成，法法皆如。那你之所以会将境界相啊当成它是相分境界啊，有那么样的一个境界相出现，那就是说啊，心外实在有法可得。在这个地方，很多人啊，心外实有一法可得，他都不晓得这个心外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我们的真见真性啊，法法皆真，法法皆如啊，真如如自次气入如如理之时，何有一法可得？对不对？法法皆真啊，对不对？那法法皆如，无一法可立，无一法可遣啊。法法都是安住在毕竟空性的本位啊，是不是在我们法华经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我们真心真性当中不立一法啊，既然不立一法，那也不遣一法，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他认为心外实在有一法可得啊，所以说呢啊，能所二俱成妄。注意在这边的能所，就是说因为自相它攀缘于这个第三世的相分境界，所以呢变成怎么样，自相是属于能哦，那么呢相分境界属于被自相所攀缘。但是假如以相分啊，假如以相分跟见分来讲的话，那变成见分是能缘啊，而相分是所缘。你要看看，你要看啊，前后的那个啊，这个经文它是咋是哪一个角度在诠释？所以你要注意，所以说你能所恶俱成妄，对不对？相分本来就是虚妄啊，对不对？啊，自相认为它实在有啊相分境界呢，实在有根生器界种子，他不晓得那个是祸所成，所以变成能所恶俱成妄。然后呢，妄上加妄，这个妄上加妄就像个前三系啦，再加上这一个志向，认为心外有法可得啦，对不对？然后呢，这一种的念，什么样的念，就是心外实在有一法可得的这个念呐、啊，念念相续不断，故曰发妄不息。念念相续不断，在这个地方你们必须要注意。他所谓的念念相续不断，是因为这个相续相啊，啊，你看那个773页那个第一行是属于相续相，对不对？第一行，对不对？这个相续相就是依于这一个自相，他呢所认为的，哎呀，这个相分境界啊，实在是有法可得，所以呢，他而且呢。在这个法啊，那个虚妄的法当中呢，他安立什么？安立一个这个顺逆取舍我爱不爱，都是立下这一种的起心动念哦啊，所以说呢，这一种的念呢啊，相续不断啊，所以我们称为发妄不息。注意这个妄。
就是妄念不停，念念相续不停啊，这个是属于相续相，所以这个相续相很容易看有没有那个相续，有没有念念相续不断。但是你要注意哦，这个相续相啊，也可以讲相续事，是依据什么来的？它是依于自相，因为自相认为啊，相不的境界是实在是有的啊，是这样来的。所以说呢，假如以唯识来讲，最终还是推，还是要推论到哪里啊？最初的独破一相，一念生相无明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好，那么此二是属于法执，有所谓的自相跟相续相啊，这个是属于法执啊。但是呢，在这个相续相，你把它分为分别法执啊，自相就是所谓的具生法执。所以你呢，在这个自相写一个句，好，那么呢，啊，这个相去相呢，这个地方这就可以讲是一个后天性的分别啦，法执啊，就是的分别执啊，分别法执，旁边写在旁边。那这样子的话呢，啊，你以后再看，或是跟人家结缘的时候，就不会有错误啦。好，此二是属于法执。好，那么呢，也就是说第二节跟第三节形成了，对不对？第一节是什么？第一节是什么啊？是不是有三序，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你们那个表格啊，啊，大张的表格，那你要看那个序的表格啊，应该是在啊我们这个起信论啊，不起信论，那个在我们的这个啊原那个楞严经的那个表节里面啊啊，应该是在110页，应该是110页啊，你就可以看到了啊，110页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在110跟109的这一个表啊，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楞严经表解里面109到110，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啊，在这个是三上法师他们问的。他说：“老师，那个110的那个表格有错误，啊，一部分的背后里有错误，哦，啊，然后下面才做诠释，啊，为什么上面这个表啊是有错误的？哦，在110当中啊，这个法师啊，啊，他们探究法义，他们很仔细的，哎，他们为了要去除垢尘，啊，所有的法师这样问，我说法师你真是有智慧。”啊，对不对？因为它上面啊，你们现在先看好了，在110页当中啊，你们看到啊，这个上面有没有写一个色音？是不是动成解跟静成解啊？这边呢，它就属于说破我执，是不是？好，那么呢，有看到一个受，对不对？受音就是我们的根呐、啊，我们的六根，对不对？啊，是属于破我执，但是真正啊。要破我执的话，是不是要破响音，对不对啊？它这个地方你看它那个三角形有没有三条线所组合而成的这个三角形，它只有画到这个受色音跟受音，那个响音还没有破，所以呢啊这个地方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一个表格当中呢是错误的，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哦，这个非常好，嗯，非常好哦。刚刚我们要讲到那个错误的，对啊，很好，那个穴会赶快坐下来，因为刚刚要讲错误的啊，你现在知道错误就不会有，就会正确的了，就会正知正见了啊。我们灵隐经的讲义啊，翻到773页，我现在是在讲第二行。好，那么呢，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要知道的第二节跟第三节。啊，形成了。好，那么呢啊，第一节啊，当然大家都不陌生，对不对？心性狂乱嘛，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呢，你那个大张的表格拿出来以后，你一对，哦，原来因为老师有请你大家标勉为国字，好、哦，对，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慢慢的探究那个表格啊，把它请出来。有时候你在悟明法义之时，它是一个啊相当有助益的、有助力的啊，让你来参来悟。好，接下来，好，劳尽发尘要注意。其实这个劳尽发尘啊，这个地方啊，我们所要了知的劳尽，就是因为劳力转生。为什么会成为劳力转生？
啊，因为有了志向，然后再有相续相，不断的认为啊，这个心外实在是有法可得，所以呢啊，再加上啊无明妄谛的一个熏染，所以这个劳力转身，劳力转身，我们假如以比较浅的这个。这个前世文呢，就是说啊啊的执着攀缘不断的往生呐 啊而且呢，而且渐渐的转身身哦啊身前的这个身哦，好，然后呢啊就是所谓的什么啊啊直取相跟寂明之相，直取跟寂明智啊，这个是属于我执，这个直取相。所以具天的具身的我执啊，净明之相，哎，那、啊、就是后天的、后天性的我执啊。所以前面我们讲是法执，对不对？这个地方就是属于此二啊，是属于我执啊。那个摩尼公啊，我执有哪两个？就是执取相跟净明之相，对不对？好，那讲，所以说啊，在执取相跟净明之相当中呢，就因为劳力转身，所以他更是虚妄的见到有这个我以及我所。好，那现在呢啊，你们将这个我跟我所啊啊，你们能这个我把它圈起来，然后这个我所也把它圈起来，那你们呢啊就画一个箭头到这个左边有个空白之处。啊，老师现在讲，你一定要记起来。这个我虽然它是属于啊所谓的我执，但是这个我执从哪里来的？就是说啊，第七世执着阿赖耶识的见分为我，啊，所以有一个我见、我慢、我爱、我痴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啊，这个我就是来自于第七意识，第七意识里面的啊，那个啊那个那个就是说啊，这个执取相跟净明之相，就是将这个啊第七识啊向内执着啊阿赖耶识的那个见分，那个见分本来是万能呢、啊，他却是把这个见分呢、啊、当成我。当成我，为什么会当成我？因为我能见，我能我尝啊，啊，我能嗅啊，对不对？我能觉啊，所以他把它当作是把见分当成是我了。那么呢，这个我所呢是怎么来的？这个我所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所攀缘的一切的境界下，这个就是我所，你们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啊，第六世与第六世啊，所妄缘虚妄的妄，所妄缘的一切的境界，这个就是所谓的我所。那当然就是包含了五十一个心所了。有，假如我们以现在来讲，对不对？啊，那就是有五十一个心所了，是不是？所以你想想看啊，在这一个我执，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讲这个劳力转身？因为你这个。啊，具身的法执跟后天性的法执已经让你的心性啊已经怎么样啊，已经有劳相啊，那么你现在再加上一个我执啊，那我执是因为啊他这个第七意识啊，第七意识啊，对不对？也就是所谓的法执啊啊，那执着于阿赖也是里面的那一个见分的境界，把它当作是我啊，所以呢，在有一个我当中，再加上你第六意识向外所攀缘的种种的，假如以心法来讲的话，就是五十一个心所啊，对不对？啊，你想想看，这个怎么会不是劳力转身呢？所以我们人呐、啊，之所以有时候在修行境界上很难于来拿捏，就是因为有这个我跟我所，就是直取相跟净明之相啊，直取相跟净明之相。假如现在我们非常
啊，常常出现的啊，阿七代是外掐，阿七跟着外出，哎呀、啊，这个人就是我的某某人，对不对？啊，我上班的工作就是在哪里，你花心去我，啊，我们呐、啊，我们的凡夫众生，一天里面讲的最多次的就是我，哎，啊，当在抱怨的时候呢，就是这三个字，为什么？嗯，这三滴功要总结，嗯，哎，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哎、啊，为什么我怎么升迁没有人到我？那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啊？为什么你没有欣赏我啊？龙宫起立，为什么？哎，啊，都是这样。所以呢，有时候在众生日常生活当中，他就没有去悟，没有去了悟，万法皆是败坏之相。万法皆是败坏之相，你呢用尽你的心思，花费了许许多多的时间、金钱，还有包括呢你那个世俗之志啊，你在攀岩的、要去争取的、你要去得到的，那个都是没有实在体现，那个都是败坏相，啊，对不对啊？那么你一再的执取，最终还是怎么样？还是败坏之相，还是败坏之相。当你所执着的一切的事跟境界啊，起败坏之相之时，你又会起更大的一个烦恼。这个就是众生为什么烦恼不断啊？为什么有人会产生一个躁郁症跟忧郁症？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啊。好，那么呢啊，妄见有我以及我所，然后呢接下来哦啊，就发现尘劳。注意这个发现尘劳的这个左边和右边，你要写一个啊，起业相和业起苦相，那个就是说有世间相呢 啊你发现尘劳就是有世间相的吗？那你为什么会有世间相啊？为什么每一个人的果报都不一样？为什么每一个人的依报环境都不一样？正报环境也不，正报体也不一样？那就是你企业个人造业不同啊，所以呢他会依循的业去发现，就开发显现到他业力所造成的，对不对？依业受报的种种的这个依报环境啊，要注意这一点啊。所以说呢，发现尘劳就是所谓的企业相啊。啊，既然有企业相，那一定有依业受报的业绩苦相啊。所以有世间相，这个就是身心跟世界啊。这个是属于后面的三劫已经形成，后面的三劫已经形成了。啊，所以说呢，以上六节的轮次就是它的顺序了，就是如此啊，历历可辨，清清楚楚的啊，我们都可以怎么样来分辨的清楚，它是次第相生。注意，这个相生就是辗转换生的意思啊。这个六节里面都是有无名力的熏的。啊，我讲他这个相生呢，啊，比方说呢，啊，自相，自相是不是依于啊这个现象来的？啊，相就相是不是依于自相来的？那这个就是相生，啊，彼此啊相互辗转而生。我说这一段呢、啊，啊世尊啊，虽然他、啊、只是用的20个字，但是中间就是要让你了知啊，为什么我们的劳力会转身啊？那为什么你会知见会忘发呢？为什么明明我们的如如志气如如如理知识本为一法可得啊？是不是啊？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好，现在已经看我老人家这个方向，讲到这一点，讲到我们这个六节行程的顺序啊，那老师是要告诉啊，也可以一种提醒。比方说刚才这个发现尘劳有世间相，其实这个都是您造业之后，你会寻依循的那个寻业啊，你要去啊，就是说当你要依业受报，当然就是有你的未来事啊。
你会循着你的本月圆去发现你的一半环境。那你一半环境是从哪里来？当然是以你的正报为主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长相不同，每一个人的资质也不同，每一个人所要面对的一半环境那是大大的不同，是不是？所以这个旬月发现的一月受报，这个是相当可怕的哦。是不是？假如学佛的人啊，他不敢造业，不敢造业。为什么？你造业的当下，比方说你杀人放火绑票勒索那个当下，你那个起心动念的那个种子啊，马上落入你阿赖耶识里面，马上落入于你阿赖耶识里面。这个种子什么时候要起现行，什么时候成熟，未知数。为什么？老师还要看你怎么样，种子成熟之后，老师告诉你，你在这个相聚相，在773页那个相聚相啊，你这个相聚相，你把它换一个箭头到这个啊，我们这个啊，这个就空白之处，这个相聚相有两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体现在，是什么呢？认业跟认身，这很可怕的。认业为什么称为认业？就是说你造的业，它会让你在相续相当中渐渐的让这个业的种子怎么样成熟。那种子成熟是不是就会起现行？你说这个要注意的认业烦恼。那什么叫做认身烦恼？所谓认身烦恼就是说你的种子，对不对啊？已经形成了，就是说已经成熟了，然后呢就是要引发出你未来的这个一业受报的现行啊。所以说你看这个相续式，所以很多人他搞不清楚，他说老师，我过去所种的种种哦，我从哪里我可以知道我以前是造了什么业，对不对啊？为什么这一世你的果报是这么样的凄惨？我跟你讲，不是说你现在造业，这个业马上就成熟，不是。这个业下去，你要牵扯到什么？你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是不是啊？男女去估计它的数量，你这一个业，就比方说你这个杀业造下去之后，你这个与这个杀业之手的恶业有相类似属性的，他们自然而然恶熏恶，恶的种子熏恶的种子。那这恶的种子，恶性种子，那在什么时候起陷阱？那就是要在看你，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讲说啊？为什么我们有48亿度众生？为什么？那就是要怎么样啊？众生，你说要全部的，要能够断除阿赖耶识的习气种子难。为什么？因为我们起心动念不断，起心动念不断，对不对？就业未了啊，然后再造新殃，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阿弥陀佛慈悲用了5劫大劫，然后呢去各个佛国度啊，然后呢去了知啊，这一些众生之习气，众生的无明，我是说你众生未来一业受报之后，如何能够以念佛念出佛的心性？注意，念佛是念佛的心性哦，不是念出那个佛号的音声哦，对不对？啊，所以啊，能够待业往生啊，就是因为有待业往生，所以才会有9品莲花的分别呀、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阿弥陀佛的慈悲啊，对不对啊？那不是一般众生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所以他们称为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当然他们还有大愿。是不是？所以这48愿度众生一定要注意。所以在这个相续式当中，你要注意认业跟认神，它担任有这两个非常极重要的这一个属性在啊。你的业怎么成熟的？
为什么善业啊啊心善啊恶种子心恶种子，要一注意善恶不能综合，善恶不能综合。那有人说，哦，老师啊，善恶不能综合，那恶就永远都是恶心。不，当你在造一念善之时，你的善种子的力道就会强，对不对？那你恶种子，你会呵止它。赫子因为就五个流量回家用，所以这个善性种子，善性种子是加强，所以一定要注意。不然的话你说善恶可以综合，那有的人会怎么样呢？啊，杀人放火绑票勒索啊，靠着他的这个财大势大，对不对？哦，啊，然后走私啊，布施啊，布施一百万，嗯，啊，应该讲，伊这布施的钱是毒品的钱呢。啊，你伤害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罪加一等，是不是？啊，所以说啊，你不要以为你有布施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布施的数量都写在额头，嗯，写在额头。啊，所以你到寺院去的时候呢，对不对？当然了，你是不会这样开口要求的，但是你的心态当中就会希望说，哎，你是大布施主。希望到某一个寺院呐，啊，嗯，啊，师傅都列班欢迎，哇，你讲你好不得开料去呀，对不对？要千万记住，啊，要千万记住，不可如此。胸就是身宝呢，一起世尊的地主呢，哦，你这一个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哦。那重点啊，啊，都来不及呀，啊，你岂敢啊，也借着。你布施的数量，哦，来抬高你自己的这个地位，哦，这个是万万不可。好，来，接下来我们所要了悟的啊，我们看这一个773页的这个第三行，然后第三行那个经文，好，如老木精啊，则有狂花于战精明，无应乱起。等一下要注意这个战精明，这个战精明落在我们全书本的第几行啊？第四行，不夸张，我一定战精明。战精明是比喻什么啊？我们的如如理跟如如智啦，就是所谓的真理跟真智啦。好，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老木精，那什么叫称为老木精呢？就是说呢，比如有人呐，啊，以目直视虚空，他的眼睛呐，一直直视的虚空，啊，那直视久了，就是瞪自己久了呢，那当然眼睛会产生疲劳相，啊，就是所谓的眼目会发劳相，啊，而为劳见。为什么？啊，就是因为他有劳相，所以他会劳见到什么？劳见到有虚空花，虚空花。就是劳见的人所望见的，所望见的。所以说狂花，狂花就是虚空花啦。为什么称为狂？那是因为劳见所形成的啊。所以说狂花是为劳相。那么呢，在这一个成障的空中呢，啊，这个成障的空中，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假如以是以阿赖耶识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啊，在原本在阿赖耶识的精明体，一精明体当中呢，啊，精明见中，就是在阿赖耶识的一精明之体中啊，无因乱起啊，然后呢啊，你中间加两个是变现出能见跟所见。那就是相当于什么？能见是什么？见分。对，就见分啊。所见呢？嘿，这边指的是指啊见分跟相分。好，二俱成嘛，这个二俱成嘛，意思就是说见相二分呢已经形成了啊，意思是这样。那么呢，能见就是见分，见分它是心法哦，见分它是心法哦。啊，那么所见就是色法，色法就是相分呐，啊。刚才不是提示到的吗？这个相去是啊，对不对？还有这一个，就所说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我执，这个执取相跟净明之相，对不对？啊，即只有我跟我所，这个我，它就依据于啊第七识啊，就是所谓的法执啊。啊，执着阿赖耶识的见分
欠分起心法呢，他却是将心法呢，把它当作相分来攀缘。就说哦，就以见分为我啦，也可以讲说为自我啦，也就是说啊，实实在在就有哦，所以说啊，以阿赖耶识的见分为我啊，然后呢啊，执取相跟寂明自相第六意识所攀缘的所有的一切的五十一个心所，当作是我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那这个呢啊，劳木金啊，劳木金是比喻什么？好，重振期望啊，以我们啊真心真性啊本无一法可得的啊妙真如性呢，起了什么期望？又起了三七六出啦。那净眼这个地方的净眼啊啊，比喻是我们的妙心妙心。那发老指的是指我们的无明，是指那个无明。那个狂花呢，是指十法界当中啊啊，这个众生的生死啦、啊、涅槃，有的人已经说啊，老师啊，不是咱湛蓝姐姐的心绪里面没有涅槃，不是，他这个涅槃是指说，因为众生啊畏惧死，所以呢，他要求一个涅槃之法。其实，在我们的真心真性当中，本无生死法跟涅槃法。注意哦，我们的真经真性中本无生死法跟涅槃法。为什么？我们的真经真性中是一念未生，如如智，气度如如理，哪里有生死法跟涅槃法？哪里有圣跟凡？哪里有依报跟正报？哪里有染跟净的种子？没有的啊，没有的啊。所以说啊，所以说以涅槃生死等空花。啊，注意啊，就是说狂啊，狂花就是指时间的生死涅槃染尽的境界啊，好的，以涅槃生死等虚空花，对不对？那就是什么？比喻众生怎么样啊？他的在一经名当中无因乱起，而便就有所谓的见相二分，见相二分，我们后面会讲到。啊，我们后面会讲到一眼呐、啊，一眼就是说眼睛有毛病。其实那个一眼有时候世尊开示法义的时候，一眼啊，眼有毛病之眼，那当作是见分啊。那么虚空花也可以当作是相分。这个以后啊，有因缘啊，我们会有一段专门是世尊在开示这个道理啊。好啊，现在我们再来看，好、啊，湛精明是比喻。啊，我们一真离体里面的如如智跟如如理，真理真智就是如如智跟如如理的 啊为什么呢？啊，因啊，这边叫做一念，上面加上一个因，因为一念未动以前，唯有如如智彻照如如理，本来无一物，这个要把它圈起来，嗯。你最好能够画双条线，嗯，啊，注意哦，众生在一念未动以前，我也是如如智，气如如理，本来无一物。为什么？啊，因为法法皆真，法法皆如啊，不立一法，那何来有一法可遣？对不对？不立不遣，皆真皆如，哦，所以一定要注意啊。所以一念即动，哦，就是说。啊，多多生叫无明啊，一念妄动而众生不自觉之啊。例如六入轮，你在这个六入轮啊，六入为什么这么讲？六入其实六入指的就是我们的六根啊。那这个地方为什么称为六入啊？啊啊，缄默于老，同是菩提心中动邓巴之老相。好好，先来看我这个地方。啊，这个我们的六根为什么称为入六入？比方说，我现在我的眼根要见山河大地的时候，那我的眼根是不是向外攀缘山河大地？那山河大地是不是被我所攀缘？好、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眼根见山河大地啊。那假如是山河大地入于我眼。
那是不是山河大地入于我的见性，我可以见到山河大地？所以这个入就是说有出跟入，假如以你本身的见，以你本身的见性来讲，那我们根中的见性，对不对啊？见山河大地啊，那么是不是我们的见性是能见呢、啊、能见之性？那假如呢，山河大地入于你的见性啊，三个大地入眼界，那就相当于是不是？是不是还是以你的六根，你的眼根为主？那眼根你之所以能够见，那是不是以见性为见？以见性才能够见。啊，见性是什么？见性是不是就是你的如来藏妙真如性？那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也就是众生的根性。众生的根性，它本来哦，它是不起任何的能所。虽然见物，但是这个是见性在见，见性六根的见性，见物的毕竟空性。所以圣者，真正圣者见物，跟凡夫众生在见物，有没有很大的区别？那当然有。我们凡夫众生是用什么在见？用六识妄心在见呢、啊？而圣者是用什么？用根性在见毕竟空性。所以圣者可以久久不动，阿拉不是，我们不是，啊，任何一件见了，阿德吉吉列，阿拉也是的宗旨，对不对？然后你再加上，你看啊，第六意识里面还有所谓的独陀呢，啊，还有所谓的这个攀缘极是强烈的什么啊？那成瘾呢？第六意识成瘾是第六意识的专利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有第六意识，你们是个独头意识，梦中独头，定中独头，上位独头，还有一个狂乱的独头意识啊。所以说为什么会有劳见转身啊？不是没有道理，我这个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呢，圣者他为什么可以如如不动？一的用眼根性啊，六根里面，对不对？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相应在我们六根门头里面的，就是佛性啊。啊，佛性是什么？法法皆真，法法皆如啊，对不对啊？如来藏性可以随缘啊见物，但是所见的我们不是我们凡夫见相，见虚妄的相，千差万别的相啊。圣者见什么？圣者见什么啊？妄想中的什么毕竟空性，他背的是几家啊？不是说圣者有神通，不是啊。其实要讲神通也可以讲呢，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以湛然极净的心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根性，也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所起的妙用哦，本不生本不灭的妙用哦啊。所以说我能公公老师有心通呢，通说我跟你说，你先将自己的烦恼弄通，那个就是神通，对不对？你摆不平自己的烦恼，是不是啊、哦、对不对？那你说，那你学佛，你最基本的认知，你就不知道我们六根门头里面的那一个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那个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就是你的佛性啊。众生的佛性与诸佛菩萨的佛性没有二体呀、啊。这重点在这个地方里面，一定要这个解析度，那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哦。好，接下来啊，所以说呢啊，六劫思齐，五蕴就具足了，对不对？啊，那这个五蕴呐、啊，啊，我们呢，啊，可能要在下个礼拜，我们会从色音、受音、想音、行音、识音来跟大家啊，来解释清楚，说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五蕴呐、啊，啊，会跟五浊有这么密切的联系？这个我们必须要来分析。啊，还有呢啊，我们会在这个五十音魔后面啊，我们会让大家来了解，其实啊，这个五蕴是虚妄没有实体，对不对？色音就是什么的妄想啊，坚固的妄想
啊，受因呢虚迷的妄想，对不对？啊，想因呢融通的妄想，是不是？啊，行因呢有瘾的妄想啊。所以说呢，在我们的五蕴当中，你一定要注意到受因。有的人会讲，老师啊，明明我都有觉受啊，对不对？那个境界我明明就给我有一个相当的觉受，但是你不用想得太深，不用讲得太深。现在已经看我这个地方，这个三藏的法师啊，他就是有一个信众问他啊，说师父师父，那一般的功力的五蕴哦，我虽然不是懂得很多了啊，但是那个受因啊，这明明我都有那个刚修啊，那个觉受啊，对不对啊？为什么他是怎么样？他是虚名的，注意那个虚名那两个字，就是说他是虚妄不实，没有实在体性，可是好像明明白白就会让有那个觉受，对不对？你要注意这个受因啊，最重的最要点的你要先搞清楚，就是说你接纳的那个境界受因，是你认为这个境界是实在有的，你接受了那个境界，你认为这个境界是实在有的，所以你这个觉受会因为依这个境界而起任何的一跟境界有关的一个觉受，了解吗？哎，那你想一想看，假如说这个觉受啊，我们这个六识的这个觉受是真的，是确确实实是有的，那老师问你。我这个是做一个实验的哈，比方说，啊，人家呢将你带到这一个悬崖跟悬，这个就是悬崖峭壁跟悬崖峭壁中间有一条那个独木桥，嗯，对不对？哎，那有人呢就让你渐渐的走在独木跨跨，然后啊，让你走到中间，他走到你后面，你说空气如何？你说哇，空气新鲜。嗯，啊，境界如何？以后虽然呢、啊，因为一个用这个眼罩把它把它双眼把它遮起来，以后啊，感觉上如何？哎呀，真是人间的仙境哦！我要是能够常常来的话，哦，那是有多好的！一旦呢，后面这个人呢、啊，对不对啊？就将他的这个眼罩拉开，他一看不得了了，他自己站在哪里？在悬崖峭壁中啊！这个时候他是怎么样？他的脚底会不会发麻？对，嗯，啊，你哪讲接受几进呢？啊，度假你不是讲讲人间的仙境啊，你不想回去了，你想在那边多逗留几天，让你看到那个境界，对不对？啊，境界原本你没有看到的境界，跟你看到的境界是同一个境界啊。那重点是在哪里？就是说你领纳这个境界，你接受了这个境界，然后呢，你的觉受可以攻略六识。跟这个觉受起相应，这样知道没？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再讲，比方说，这我没有举这个例子，你们不知道的。有人说，受的，那个觉受了，这受应的觉受了，连到境界觉受，那你自己要去比较啊。比方说，啊，注意，比方说，我们像是比方说了哈、哦，比方说呢，有一对青年男女。啊，他们呢？哦，海誓山盟，对不对？啊，然后呢？在阳明山的某一个樱花开的这一个树下里面的大石头，两个底下山盟海誓。那个时候，即使下着雨，他总是认为很诗情画意，对不对？没有好爽。嗯，好，接下来注意。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当两个人为了情感、为了金钱有所争执之时，两个人再到原本的那一个大石头上面再谈判，结果呢，谈判不成，男的啊，就是男众啊，这个青年呐、啊，误杀，他不是说真的要这个啊，这个女孩子死啊，就是啊，下了重手。就伤人命，结果呢怎么样？他一慌，就把这一个
当然我们不要讲得太明白了哈，啊，就怎么样啊，将这个尸体呢隐藏在某一处，就是靠近那个阳明山啊，所谓的啊花开啊美好的那个大石块的这个周围，没有人发觉啊，不用讲什么，不要讲说啊法律尚未制裁他哈，啊，你们告诉我这个业果形成了没有？当然形成，在他的内心里面，是不是对于他错杀他的朋友的那一个情景，是不是历历点点滴滴在他内心当中所存，就是那个种子。好，那你告诉我，下一次他再到那一个大石头前面的时候，会不会像第一次一样山盟海誓，两个人这么你龙我龙？会不会？不会，而是在于命案发生的那一个过程里面，他会产生一个畏惧、焦虑跟害怕。那你想想看，同样的境界，为什么刚刚开始还是山盟的时候啊？为什么是你龙我龙？对不对？那同样的境界，就是因为情感与财务处理不当，彼此都认为被伤害啊，而命也丢了。然后呢，在第三次自己单独一个人去到这个命案现场，他的角色是不是有三种角色？那境界都一样，为什么会产生三种角色？那可见的我们的角色是虚妄的还是真实体？对啊，是不是？老师现在举这两个例子，就是让大家知道啊，让我们啊学佛者，你要不是光是一直背，不是背这个名相，你要知道这个开示的这个义理何在，你要去悟，要去了悟，用你如如不动的真心真俊去了悟，去除你内心无始劫来的葛藤，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不是呢一直背这个名相，老师不是说背名相不好，因为名相有时候可以让你解除许许多多的葛藤，但是呢啊，白纸黑字当中，世尊啊以身教以言教来启发众生的这一个根性，重点是要你来了知啊，要你能够怎么样转世成智。你若是用第六意识心，对不对？那你用第六意识心来闻法的话，世尊所开示的话也是变成六十万千之法，对不对？这个世尊在这个我们楞严经里面对阿难尊者的开示就是如此哦。这个一定要注意哦，我们学佛注意不要被文字上绑死了啊。好了，接下来好，一切世间，现在请看到773页啊，倒数第一行，好啊，最末一行，就是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即狂恼、颠倒法相。好，这个注意了啊，我们再来看前面啊，是不是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啦，对不对？好，还有我们这一堂课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啊，我们都来了知这个六劫是顺次劫，六劫就是从最维系的第一劫、第二劫、第三劫一直到达第六劫，所以是从细指出啊，法啊，法义跟比喻啊，接着就是如同我们刚才所探究过的，那么呢此啊，就是说现在呢要逆次的来合于比喻，就是说由出来向细啊。那前面呢啊，世尊所开示的啊，这个六劫的顺序重点是要令众生来明白六劫升起的次第哦。注意哦，升起的次第是由细向出啊。那么呢，假如你说由出向细，这个就是要欲令啊，欲令是，注意这个是就是要了悟的意思啦啊，是欲令众生可以了悟还原的次第。这个还原的意思就是转世成智啦，也可以讲说是契入啊，契入心源的次第啦。
好，那么呢，一切世间山河大地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六劫跟第五劫啊，就是城中，比方说呢啊，这个啊，世尊所开示的啊，第五劫跟啊第六劫跟第五劫是什么劫？第六劫是什么劫？是不是业系苦相？啊，第五劫呢是什么？是不是起业相？对呀、啊，所以说。啊，就是所谓的啊第六劫跟第五劫，那你生死，因为有生根啊，啊才又有生死啊，啊所以这当是什么第四劫的这个根劫，啊就有生根啊，所以说才有生死啊。好，那以上呢都是属于三界内，哦三盖类，啊所以说啊第六劫、第五劫、第四劫。啊，是属于三界内还是三界外？三界内。好，然后呢？好啊，所以呢啊，它是属于人执的范围，人执就是我执的我执啊，我执。好，那么涅槃呢？它是属于界外，它是属于界外啊。所以说，为什么阿罗汉证得四果阿罗汉之后，他呢为什么称为偏空涅槃？嗯，对不对？因为它只是去掉啊我执啊法执还没有去掉啊，所以说涅槃是处于界外法执的范围。啊，讲到法执，法执有具身跟什么后天性的法执啊，是属于哪几节？哪两节啊？哪两节法执属于哪两节？这怎么看见？法执属于哪两个？是相相续相啊啊！法执嘞，法执嘞，这边吗？这边吗？这是属于我执还是法执？啊对啊，这嘞是这吗？这个对不对？对啦，我哪还没提这个镭射笔，这个对不对？对。我两个小孩背起来，所以说这个多看几次。我们刚才来有那个严师姐啊，她就说哦老师那棵大树丢了，那个大树丢了，这棵大树丢了，这句话讲得很有智慧。她说老师大树是生植于我心啊啊啊，因为三界六出我知道要转世成智啊，需要是善用哦啊判给哪看呢哦啊，所以说她一直要了知说到底哪个地方出错误。假如你这个老师跟你们结缘的这个图腾啊啊啊，这个图腾不管是任何一个图腾，这个都是作为老师上课啊在说明诠释法义的作用啊。图腾并不是究竟义，要注意究竟义在哪里，究竟义在哪里，你如如自切就如如你现当去救天，对不对啊？啊，说这个都是一个权巧方便，一个权巧方便啊。啊，所以说要注意哈、啊。好，来，现在我们再来看，好、啊，所以呢，在这个涅槃它是属于界外，也就是法执的范围啊。此当是第三劫跟第二劫，就是说升起的第三劫，第三劫就是指相续世嘛，对不对啊？还有那个智，对不对？好。那皆都是狂恼，狂恼即上，狂恼一周即至，无明的业相，啊，无明的业相，它属于第一劫，所以这个要注意哦。假如呢，以上的啊，世尊所提示的啊，那个六劫，你要知道啊，六劫指的是指什么啊？好，那么呢，此是出世间的一切法啦，都是从真起妄。这个从真起妄，假如你要用这个四个字的这个啊这个究竟义来讲，应该是妄不离真，对不对？但是从真起妄就是可以讲说，我们的真心真性，众生一念未动之前呐、啊，都是如如自气入如如你，这个就是真。但是为什么会起妄啊？就是说啊，无端的啊，无端有的啊，忽起一念而不觉知，这个就是妄。哦、你哪边用按理顺序从真起妄来讲，但是你要注意真心真性当中绝对没有妄，绝对没有妄，它既然是 真心真性啊，那怎么会有妄的存在
啊，对不对？要说是因为妄不能够离开真，好，都是因为一念颠倒所起的花香啊。那么呢，六劫升起乃是从第一劫一直到第六劫。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一段开始要来讲，就是说此事以解除六劫来讲，乃是从哪里？从第六最初的啊，一直至第一最细的不科啊，这个科就叫此科啦。所以你此科是为历次的法合以及比喻。好，此科呢虽然是立于升起之轮次，就是意思就是说跟六劫升起呢啊是怎么样啊，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顺序，劫的顺序没有变，但是就是一个是升起的六劫啊，一个是要解这个六劫，所以说立于升起的轮次，那是实实在在是顺于解劫的轮次啊。你要解这个劫，你必须要知道这个劫是怎么形成的啊，对不对啊？升起是由细向出，那你要解这个劫要由出向细。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旁边的这个经文。好，我现在已经讲到774页倒数第四行经文。阿难言：此劳同劫云何解除啊？同解就同名为解了啊，都是解，第一解也是解，第二解也是解呀、啊，对不对？啊，此劳，注意这个此劳指的是指狂劳，这个狂劳，这个狂啊，就是指无名嘛，啊劳就是指劳相嘛，对不对？好，那么呢，颠倒所起的花香，由第一节至第六节皆同名为解，那自当要解除。好，那么呢同名为解二字，这个同解这二字呢其实与有轮类顺序次之含义、哦、一定要注意。但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不知道啊要云何才是就近的解除六劫之方法。好，接下来好，我们看啊774页的啊末行啊，我请经文：如来以手将所结经偏侧其左，问阿难言：如是解否？佛也：是尊。玄父以手偏牵右边，又问阿难：如是解否？佛也：是尊。不过这阿难回答了非常的正确、嗯、啊，这个啊，比方说偏侧向左向右，这个侧就是那个拉扯的意思啊。好啊，此呢此段经文会引众生来起悟什么啊？两边皆不得解，不管呢，那他这个两边指的是指空跟有二边。好，如来呢将他所结之经啊，就是莲花经呐 啊左右各牵引呐、啊，这个侧就是牵引呐 啊向左边拉啊，或者是说向右边牵引呐 啊都来问阿难尊者说，如此是不是可以解决呀、啊？阿难去答啊，佛也世尊，就是如此呢不能够就近解决的，因为左右是比喻空有二边。好，凡夫呢执着于有，所以他会常沦于生死啊。凡夫执着这个六劫是有的啦啊，对不对？所以他常沦于生死啊，就是分段生死啦啊，故不能够解除诸劫。但是二圣人至于自空啊，永怎么样？一涅槃，永什么？这个慧就是慧昧不了悟的意思啊，所以要用慧啊，涅槃，这个就叫做慧昧。所谓的慧昧，以智慧来讲，慧昧就是说没有真智的意思。
啊，又安能得正圆通呢？好，那所以呢，我告阿难，五经以手左右各牵，见不能解，汝色方便，云何解成？啊，阿难白佛言：世尊，当于结心，要注意这个结心指的是指什么？指的是指中道，就是指要中道了义之修法啊。所以这我们后面会马上讲到。好，解集分散啊，说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一段好是引悟中道，必须要用中道方能解决左右各切啊啊，究竟是没有办法解开这六界的啊。如且是讲方便，那么世尊啊啊，世尊啊就问阿难尊者说：“你设想方便，云何可以令这六劫啊来解除成功呢？”那么阿难白佛言：“世尊，当于劫之中心，一劫疾病分散啊，劫之中心呢、啊，一劫疾病分散，那个劫心呐、啊，啊劫之中心，那就是以劫心呐、啊。”以决心一结即变分散，这个决心比喻是指中道，就是指中道了义之修法啊，中道了义之修法啊。所以说呢啊，在这个啊这个765页啊，那这个通常我们讲啊，有时候呢我们会讲到啊这个诠释文，有时候在这边的诠释文它所含的法义啊跟其他啊，有时候是大同小异，但是皆是符合于佛意啊。这个地方啊，一定要注意啊。通常我们讲啊，决心是比喻中道，那、啊、中道就是了义之教啊，了义之修法啊，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要了悟的，就是说啊啊，我们要以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来解啊。要以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来解，而且呢在我们六根本头里面你要选择那个最圆通之根。那师尊没有明白的啊说明啊，但是你现在里面告诉我，对我老人家来开示，哪个根结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里面是什么？反什么？反闻文字性啊，是不是指怎么样解六劫越三空，对不对？那你们那大张的表格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啊，中道了义，那就是从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下手。所以说一根即反缘，那六根成解脱，只要选择最圆根最圆通之根啊，就是耳根啊，耳根门啊，一门深入啊。在这边我们先啊先了解一下。好，那现在呢我们再看倒数第四行的经文。佛告阿难：如是如是，若欲解除，当于结心。好，那就是呢世尊印证啊啊阿难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啊。他说呢要当于结心，解即分散啊，是印证一定要用中道了义。那以我们这个楞严正脉书当中啊，这个结心虽然比喻中道，这一段一定要清楚，不然呢有的人呢、啊、他会错解佛意。结心虽然在此处世尊比喻成中道啊，就是了义之教啦，但是哦这个地方要注意，然非是坚比空即有，意思就是说啊啊，这个是空也不能解结，有也不能解结。好，那么就是把空跟有啊联合起来了，对不对啊？就是有兼空啊兼有啊，那合成中道啊。这个注意哦，不是兼空跟有才合成中道哦，更不是说要离开这个空跟有啊再另一个中道。哦啊，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啊。你看非啊，你看空之类一空的那啊，第二行一个亦非啊，空之类一空的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了知啦，对不对？哦，非跟亦非，好 啊， 啊，而是要怎么样呢？
啊，乃是要务持什么？啊，根基就是什么？根基就是佛性，也就是如来藏妙真如心。好，所以说呢，我们这一个藏性哦，它的这个体是自在而无系缚的，本无系缚啦。好，那么呢，好，所以它本不属于有，对不对？因为根性是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啊，它是零零绝绝的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对不对？它是自在的乐用无穷的，它本来就没有任何的系缚啊，所以它不是属于有。好，那么呢，不迷就是说不可迷惑为有啊，不可迷惑说哦，那这个根性就是有啦，嘿啊，对不对？根性是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对不对啊？这个无形无相当中，怎么可以让你在误认为它是有啊？那、啊、你这个有是意识概念上的有啊，那就会错认了、啊、哦。好啊，更不老啊，需要在观空啊才能够破有。有的人认为说，嗯，老师啊，那个有吼、哦、不能够执着，那我现在来观空啊，我观空啊，自然可以破除有啊，哦。但是也非是究竟义，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要来了达我们这个本不生本不灭的这一个根性，也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它的用，上面你写一个妙，它的妙用，它是片现而且可以互融的这个地方，讲互融就是说啊，我们的本不生本不灭根性，也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见性，对不对？它是妙用片现啊，片现就是什么样啊？六根可以互融，我们的六根门头都是根性的妙用显现，所以说可以互融。所以说为什么解根解的时候啊，耳根解解，那其余六根的根解都解，就是在这个六根可以互融。如果六根都是同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是不是？好，所以本不属于空，对不对？因为它有妙用可以骗现啊，它不属于空、哦、所以一定要注意。好，那么呢啊，不昧为空可以，意思不昧就是说不可以昏昧啊，啊不可以昏昧啊，来妄认为啊，怎么样？妄认为什么啊？妄认为空，因为意识状态的那个空啊，啊，是一般众生啊不有，按照他的是空，他、啊、的空啊就是说没有，哎，啊不晓得这个空跟有，我们站在义理上来讲啊，我们是不能够离空有，为什么？因为空指的是指我们的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所要知道的。啊，要本不属于空，也本不属于有，所以呢，不可昏昧来妄认啊，它是空，更不老啊，翻过来776页，更不老于要先观有，然后呢再来破空，也不能够观空啊来破有，也不能够以有啊再来破空。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不止空有这两边，好，也就是我们后面啊，这个耳根圆通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里面呢，啊，既不止有，亦不观空，为什么啊？唯啊，只需要唯一来反本本自性，反本本自性啊，那是可以完成顿入。不夸得不，你要完成顿入，不是去灭掉六尘，而是你用你的闻性来反闻你的清净之心。你的清净之心就是闻性啊，你的闻性就是清净之心啊。你用耳根的闻性啊，来向内来反圆于你清净之心，这个就是反闻闻自性啊，对不对？啊，因为根性啊，你耳根的闻性，这是你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你的如来藏妙真如相应在耳根，啊，就是闻性啊，
哦，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唯一要反文文字心啊，这个王城旁边加两个字，自可王城遁入，我看到一遁入了。王城城不是让你去灭他的啊，我们在观世音菩萨的根源通里面，那个王城指的是指什么？城本质不可得，城没有实在极限，你用六十万区层层皆有，你用你的根性层次怎么样啊？这毕竟空性，没有实在体性，相妄性真啊，有是呢，二空见真。注意，它这个地方二空，就是指我空跟法空。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讲一个见证？为什么有那个见字？为什么？是不是要先破除我空，然后才有办法啊来证我法空，对不对？啊，所以说妙体现而已而自破，这个妙体指的是我们极灭的心体啊，有没有生灭寂灭极灭现前，对不对？那个极灭指的是指我们的妙体啊，极灭的妙体也就是指我们的灵光如耀了。哎，好，那妙体啊，现前啊，这个现旁边加一个前啊，一旦妙体现前啊，有自破啊，而具空不生。注意，这个具空不生就是指啊，我空破除之后还没有到达究竟，必须要再破除法空。那法空破除之后，还要再怎么样啊？再怎么样啊？解脱法语还要继续再反闻闻自性，一直到解了灭结，连灭结都不可执着。所以当下即灭心境现前，这个就是所谓的具空，一定要注意。好，那接下来啊，我们所说的啊，是则啊，具空不生，那大用欠减。注意，这个大用也就是说我们如来藏性的妙用啊，也就是我们如如自性如如如理的妙用现起而空自理。我们的如如自法法皆真，法法皆如了，你怎么再来第一个有啊，再来第一个空呢？对不对？本无一法可得，也无一法可遣啊。啊，所以是理有啊，理空，所以说而空自理，你必须要那个啊极尽的心境现前，那才可以空自理啊。这个地方要注意。好，那试着反闻闻自心啊，即怎么样？这个字两个字可以把它倒装过来啊，即于是就是即是。于解心啊，双超空跟有，双超就是超空超有啦，我们称为双超啊，双超空有之中道也啊。前人不达啊，强以来别安三观啊，那个三观的话啊，有人就是说啊些假观呐 啊对不对？啊，就空观呐 啊再安一个中观。其实在因为在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这个呢，它是一个顿证的法门。所以说当下啊，双超空有的中道啊，即可啊，就是可以解决。好，那么呢啊，其说的比较知理，为什么比较知理？因为你先立有啊再来论空，或者是说你先立空啊，再立一个有，或者是说你空有啊都不去执着，那就是所谓的中道。那前面已经告诉你们了啊，在这一个775页当中。已经告诉你，所谓的中道不是怎么样呢？不是说空有啊都要兼啊都要兼备空有，也不是说你要完全离开跟空跟有，为什么不能够啊离开空跟有啊？对不对？因为妙用现前啊，有妙用，你不能说它是空啊，因为你假如说空，那就众生会变成一个断灭空啊，对不对？那有那个是妙有，妙有非有啊。
它不是真正的像希望的像一样有啊，所以要注意。所以说要啊，也并不是说离空跟有啊，空是指它的起，有它是指它的妙用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假如有人问你的话，你要知道前后的那个法义啊，啊应该要怎么样的贯穿啊，来何以啊，我们前面所说的啊，知见利知，就是知见利知，这个知就是空有二知啦，好、哦，那即是无明本。你在这个地方，老师给他写一个表，《楞严经》的表解106页。也就我们讲过 N 次了，嘿，好。所以说呢，故中道了义，方能够解，啊，方能够解结啦，啊，那何以啊？何以前面的什么？哎，啊，知见无见，啊。失即涅槃，之间无见啊，就是说无有空有二见，即是涅槃、啊。这个当然了、啊，在106页，哦，就是106页啊，表解哦，为什么写在帮表解呢？嗯，你忙什么？按你按啊，要按什么紧张啊？一直先头前那边讲义，嗯，你讲啊，老师吹无啦，啊，伊都直接你开讲无嘞，哦，表解哈，讲、哦、表解哈、哦，好。啊，106页啊，有人讲老师给我添一个啦，那么赶快安尼讲，虚妄不死。嘿，好来，106页，找找看有没有啊？找到了没有？有。嗯，好，知见利知即是什么？无明本。啊，假如知见无见呢？啊，这个无见是无什么见？空有。嗯，啊，你知道没有？哎，啊，所以说辅托无二啦。哎，啊，你假如说啊，这个叫从啊从事哦、啊，就是说再相似辅托无二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讲表解嘛，对不对？106，阿那姐被攻击了，辅托无二就出现在我们楞严经讲义的752，所以你就把那个注明都可以。你要是不管你到哪一个法义啦。啊，或者说结葛任何的葛藤啊，啊，不管是哪一本那个页码，啊，让它注意哦，哦，啊，页码要注意，好、啊，好，那所以说知见啊，利知，你看这个旁边，知见就是众生本具的真心真性啊，哦，这个就是知见，哦、啊，所以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啊，利知就是利空有二知，对不对？啊，因为凡夫呢，迷与六根之性为有，那么二圣人呢，他迷惑以六根之性为空，所以二圣人没有办法出什么生死。对，二圣人证得啊，四果阿罗汉之后呢，啊，他就入于什么啊，入于偏空涅槃了。啊，所以说呢，入于什么？要注意变异生死，他不能够离开变异生死。啊，凡是众生呢，啊，当然就是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为什么啊？舍死生屈他生啊，对不对？因为他讲的六根之性，其实他讲六根之性是有的，那就是相当于怎么样，不能够离开60妄心。哦，所以这一点要注意。好、哦，好，接下来，好，我们所说的这个地方问哦，哎，啊，假如呢，啊。你不看这个诠释文，他这个问你答得出来吗？啊，双飞而不双极，那恐非极中，极中就是说恐怕不是究竟的中道吧，对不对？啊，你只有双飞啊，不双极，什么叫做双飞？双飞就是非空啊，非有啊，是指双飞，哎。啊，那么呢？啊，不双极啊，就是空跟有哦，啊呢，啊，所以说呢，啊，恐怕非是究竟之道哦，哦，那你为什么你没说啊？啊，这个是中道了义之教呢？嗯，这个地方就答了，那个问哦，那个问跟答最好你能够打一个四角形，四角形，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会有必要一个强烈的。啊，让你来知道说，哦，这个地方你是不是有注意到？哎，好，啊，佛啊，即但言空有俱非，就是世尊啊，既然开示啊，说空有俱非，就是说不能够执着空，
也不能够执着有啊，故当要为奉啊佛语，而且呢起即非有。所以我们湛然极静的心性，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即非有，它是无形无相啊，妙用无边啊，你怎么可以讲说它是有呢？啊，说体大啊，既然是非是有，何尝不即是空呢？对不对啊？但是要注意，非有啊，不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个妄相的有，而是妙有，妙有非是真有，非不是那一种相妄的这个有啊啊，那个用。既然是非空，注意这个用指的是指妙用，有它的妙用，那当然你不能说它是空啊，对不对啊？啊，妙用会现前哦。我们的如来藏妙真之性啊，它的妙用是在六根门头都可以起妙用，而且还是互融的哦。哦、啊，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啊！啊，既然啊，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是可以妙用无边，而且可以啊六根互融，因为六根都是同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对不对？啊啊，非空啊，对不对？妙用既然非空，对不对？那何尝不即是有呢？有妙用嘛，是不是？所以说，人家问你讲空甲有啊，你要答的啊，哎，答的啊，你较中道嘞，有听无？嘿，你嘛讲啊，反正空就是唔好执着空啦，啊有嘞，啊嘛是袂使执着有啦，嗯，啊个啊不到底要安怎？啊空有见不止啊，就是离空有两边哦，离空有两边，那个是你看看，你要是站在体大，或者是要站在妙用来讲，前面已经跟你讲过了。在765页，在775页里面已经跟你讲过了，对不对啊？你不能够啊，以空有都啊兼空兼有，哦，那你也不能说我要离空啊，你有啊，离空你有变断灭啊，是不是？哦啊，所以说前面有讲的这个知见立知即是无明本，有的人他会认为好，你现在已经看我老人这个方向，这个知见啊，比如说老师。我总是感觉安尼怪怪奇奇呢，迄个知见，咱有落入那个知见，那个知见怎么可以说是真知真见呢？注意，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心，它是觉，它是真如的觉带，知道没有？不落入空，也不落入有，但是并非是断灭，并非是断灭相。啊，那么呢，我们的真如理体，我们现在我们以如来藏体来讲，如来藏体它非是有形，非是有相，但是它有体大、相大、用大啊。为什么它是相大？为什么体大？真如理体里面它是绝大的真空理体，为什么有相大？因为真如理体里面它含有什么？还有恒河沙数的尽性功德相啊，所以它不空，你不能讲它是断内空，要注意。但是它的体大，它是怎么样？法法皆真，法法皆如，众生一念未动之前是如如自契入，如如你的，如如自契入，如如你就所谓的本来就离相，本来就离恋，本来就是无所住。你说你要无所住。那你讲一个境界，你说我不住着，那个不是无所住，你能够相相都离相，相相现前，相妄性真啊，对不对啊？所以通常有人讲啊，这个相妄性真，缘起性空，你没有在缘起法里面，你不能够讲性空。你性空之法义是建立在缘起法上，你才可以讲性空。所以说缘起性空，你不能把它切分。知道没有啊？比方说，我现在见啊，我现在见所谓的这个地大，你不能讲说没有这个地大，睁眼说瞎话，你眼前见不起地大，对不对？那你知道是相妄怎么样？性真，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宇宙世间法当中，为什么世尊一再强调缘起啊？任何法都是败坏之相。但是它有它的缘起，
因为缘起才不至于会断灭，缘起才能够讲性空，缘起性空，一定要注意。而我们讲到性空，是因为针对一切的缘起法，我们讲它的体性本空，对不对？那我们众生，因为在我们的六根门头啊，众生本具有佛性，对不对？那佛性因为众生没有办法真正来契入佛性，因为佛性唯有佛一人可证得大极灭人可以来契入，但是我们以众生的角度来讲，我们称为如来藏妙真如性，对不对？如来藏中含藏有众生的化身慧命，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呢，当我们在探究法义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以我们现前那这个果报体来讲，我们的六根门头，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根啊，我们的六根门头里面那个本不生本不灭的那个根性，你一个字，那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也就是众生在修行之时的因地心。那为什么讲修行呢？这个修，这个修是修本无修，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如来藏妙真如性不是修来的，它众生本质具足，所以称为修而无修。那这为什么无修而修呢？你不能讲佛性众生本质具足啊，就是怎么样，就是随缘故自，自我陶醉，个客工我的崩崩的我不行。但是我问你你佛性开展出来了没有？你有没有善用佛性？你有没有犯法现前之时，你了知法法不可得？你有没有了知你湛然极净的心境，它是极昧如如不动的哦，是不是？所以是无修而修。这个修不是告诉你们说强调在修行，不是，这个修指的是指去除你的习气跟妄想。那还有人讲，我们都可以了知华严呐，华严里面是不安阶位的啊，没有进驻形象地，没有这个阶位，也没有所谓的出国二国三国四国，没有的但是为什么其他的经典上有安立阶位？安立这个阶位重点是因为众生有习气，有他的业力，对不对？有他的烦恼障跟所知障，你没有按部就班让他依循的圣者的脚步，一步一步一步来修行的话，那他怎么样会落入于断灭？他不知道。落入于邪道之论，他也不知道所以说要注意我们这个佛法，我在这边讲，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句话。在佛法，甚至于你要学佛，或者是说你要论法当中，要千万记住，正跟邪也许你容易分，你容易分呐、比如说你用那个法义可以来探究，但是要注意，这个相似的佛法，没有相当功夫的人你破不了。相似的佛法，它讲起来都是大道理。都是大道理，但是他那个是相似的方法。什么叫做相似？相似就是不是就近啊，对不对？而说很多外道甚至很多修行者，他所坚持的自己的法门已经落入于相似的佛法，但是他却认为那个是就近义。很可怕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说几乎是破戒的了所以说你摩尼姐，你说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够执着有一个法爱，对不对还有一个理爱世尊对于执着有的，世尊会开示空；执着于空的，世尊会以有法来加以开示。但是真正的法是什么？是超越有跟无的啦。所以说学佛呢东岳老师是不是这个话是比喻我们念书有书呆子，学佛嘞，
后壁迄几日你家己想，对不对？啊，所以咧，你一定要错解佛意，啊，不然咧，啊，真正是真幻哦，尤其是那个相似的佛法，就是我刚才所提的，你那个葛藤尚在，就是在智能开示的法义当中，你认为好像，哎、啊，也许啦，大概啦，大概就是这样啦，哦，那么你这个大概也许好像会渐渐的形成一个无形的葛藤，这个葛藤呢，会在你这个极灭心境要显现之时，它会有所束缚。这个要注意，那跟修行人哦，哦，对不对？我们修行人重点是要你有习气、有妄想才修啊，对不对？那我们的佛性本质具足，但是你不能去污染它啊，所以你还是要修啊，要接着四相啊，对不对？要接着四相啊，是不是？啊，好来，现在呢，啊，我们再来看啊，所以说呢，这个啊，所以世尊开始说啊。但言空啊，有都是俱非啊，但是呢啊，要当为要奉啊，秉承佛语的意思啦。而且呢啊，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体大，既然是非有，那何尝不即是空，对不对？好，那呢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我们的根性它可以妙用现前，可以六根融通。啊，对不对啊？妙用啊，既然非是空，对不对啊？那何尝它不即是有呢？哦，所以说，这一段真是，哦，真是啊，诠释的非常的透明，非常的究竟。好，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好，阿难，我说佛法从因缘生，要注意这个从因缘生。有的人错解佛意，说哦，有因缘法啦，世尊一种开示佛法是从因缘生啦，但是这个地方世尊已经提示了，马上提示，非取，并非是取世间的和合的出相哦，如来发明，注意这个发明就是开发显明的意思啦，也就是说你要用智慧来禅。是出世法知其本因随所缘出，这个本因随所缘出这几个字你要注意。好，以上我说这我是世尊的自称以上我说呢要选拔缘根对不对？缘根就是说最圆通之根呐、要因门深入。为什么这么讲因门深入？从解动成结，进成结，根结，觉解，空解，灭解，是不是因门深入？因门深入是从根解结，直至成佛之法，此亦从因缘而生。要注意。好，唯是此种因缘是极其微细的因缘哦，它呢不但不依循的外境，那外境的六尘呢，对不对？它不但不是依循的外境，而是要怎么样？要反照内心就是说要以什么？就是要以我们原湛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为因地心呐、意思是这样，然后呢次第的解决来修正是为缘，所以它这个地方有没有出现到最后一样是不是有一个因要次第解决是不是有一个缘所以你那个因跟缘要把它画起来，因为前面左边右边这一行他已经跟你讲过了，这个因缘是极其微细的因缘哦，而不是依照外在的六尘境界哦，而是要反照你的内心哦，对不对？就是要开采你的根性哦，那你要开采你的根性，你就是要以原本众生湛然清净的本不生本不灭为修行之因，然后才能够次第来解决来修正，这个是缘，所以说是不是有一个依据呀？
哦，才能够契入一心之本源。哦，复本心也就是可以契入一心的本源呐、啊，也可以讲说转世成智的意思啦。至于究竟清净啊啊，这个因为右边这两是指断不依循，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就讲非是啊，非是取世间那个四大和合花明珠变化相的初因缘哦。哎，啊，四大和合出变化相，指的就是指什么？四大还有六尘嘛，对不对？啊，那你如来发明啊，有没有经文上啊有一个如来发明？这个发明指的是指说，虽然佛语可信，是啊，这个显呐、啊，显其实就是显佛语是究竟义。啊，可信这个显呐、啊，就显示出来了。从这个如来发明这个地方就开始要显出啊，很明显的开显出啊，佛语是可信的，因为佛不妄言嘛，对不对？是出世法，这个法要用两次，是法跟出世法啊，是这个六法的染法。以及啊，世间的六凡染法，以及出世间的四圣净法，啊，世间的四圣哪四圣呢、啊？声闻缘觉阿哥嘞，还有嘞，啊，开不共入圣心啊，是不是越来越没有把握吗？啊，对，你们答的是正确啊，好、啊，接不出因缘，世间法，注意。这个世间法跟左边这一行的出世法，你最好能够打一个圆圈的十点，啊，一个圆啊，啊，圆的十，不是空心那种实心的，哎，那世间法打一个圆啊，出世间法这个让你能够相对照，嗯，世间法呢，它是以什么？是以业识当中，什么叫做业识？什么叫做夜市？夜市也就是指啊，阿赖也是了啊。因为夜市有时候在我们的这个啊，在起信论当中啊，有时候在诠释啊这个义理的时候，他讲在夜市，那可以是讲阿赖也是啊。好，世间法呢是以夜市当中本质具足有肉的种子为因。啊，夜市是阿赖耶识里面，阿赖耶识是不是有肉的一些啊一些染菌种子啊？啊，它是以夜市当中啊以本具有肉的种子为因，就是含藏在阿赖耶识里面这个有肉的种子为因。那么注意，你术士哦，不看的那两字无，术士所造的善业、恶业啊，不动就是无记的啊，还有不动业。啊的现行的业的现行为缘，你哪看到家里的怎样啊？当你一业受报的时候啊，它不是突然来的，也不是说对你只有对你不公平，你是冤枉的哦。啊，唔通安尼想哦。好，都是术士所造的善业恶业不动业，这个业行为缘。啊，那么呢？出世法，它是以什么？自信本具的什么？对，啊，就是说我们指的这个自信本具，那就是说我们的佛性啊，我们的佛性当中，我们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啊，对不对？啊，以自信本具的有法身慧命啊，自信本具的无漏的种子为因，那也可以讲说是这真如智啊吧，对不对？啊，那么今生哦，有快乐出世法是今生哦，哎，今生所修的地缘度，哎哎，你向我老人家开示一下，什么叫做地缘度？跟我去三日地缘度，今生所修的什么？四地。阿哥嘞？阿哥啥？六度。啊，这个六度是离相的六度，啊、哦，还是直相的六度？离相。
离上的六度德为缘，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指无漏的种子为因啊，所以你要注意啊，不然的话出现模仿老师我翻遍所有的字典都无那个地缘度啊，你们在讲这地缘度，这是第十二因缘呐，啊，六度波罗蜜呐，啊，对不对？啊，为缘，所以这个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都是要的。你看那个出世间法，是不是要有自性本具无漏的种子为因哦？而且今生所修的哦，所以说老师要赞叹我们在座诸位啊，在家菩萨就是这样，你今生所修的，对不对？是第十二因缘。六度波罗蜜为缘，你现在啊，就是正在向出世法，哎，出世法当中来精进啊。其实世间法跟出世法，重点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悟到我们湛然极净的信心，就是在你六根门头里面的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你一定要悟明这一点哦。所以说。如来一一知其本有之因啊，而且呢各随，就是讲说皆各随其所欲之缘来生出染净十界等等的诸法，所以此就是啊随心应量寻欲化现啊。这个呢，随心应量，寻业化境，就是依循个人的本业缘，各自去开发显现出你的依报环境。啊，当然依业受报，当然你用你的你有的你这个正报的果报体啦，对不对？那随心应量啊，你要是圣者的根器，所现之量就是殊胜。对不对？你要是凡夫根器所现的量毕竟是有限啊、哦、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说的啊，要各随所欲之缘才能够生出染净的十界诸法，所以啊，染净十界诸法啊，都是要随其个人所造的这个缘，看看你是世间法或者是出世间法啊、你是以业识当中的有漏种子为因，或者是你以自性本具的无漏种子为因、哦、一定要注意、哦、所以呢啊，修行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受报的过程当中啊，绝对不可能会有冤枉这两个字啊，不可能的、哦、好，接下来啊，如是乃至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一字投诉，这个等一下我会再强调一下。有人讲讲哦，安尼雨一滴一滴，安拢算会出来，都唔是安尼讲啦。哎，好，一滴之雨，一字投诉，现前种种，送子进去啊，湖白乌旋，湖就是天鹅啦。啊，屋子的乌鸦啦，选择的欧系列啦，对不对？好，借了缘由啊，这段的文是从上面我们这一段啊，不但你要知道啊，十界的种相啊，如是呢，乃至于啊，有情界跟无情界，他们维系的别相，维系别相就是各自的差别的啊，也就是恒沙界外。啊，甚至于啊，比就是在恒沙界外的远处啊，那天上所下一滴一滴之雨呀、啊，啊，一只肉干头数，即是多少滴数？但是这个地方，我现在要强调的就是说，在我们湛然极净的心境当中，啊，是不是一生净，多生净？十方法界之众生也是净，为什么？因为它都是以如来藏妙真如性为离体。你有如来藏妙真如性，别人是不是也有如来藏妙真如性啊？那么呢，你的湛然极净的心性清净本啊，他人的湛然心性也一样。我由此来扩展一生、多生、他生、十方法界之众生，是不是皆是有湛然极净的心性？
啊，所以说啊，十方法界当中啊，你的湛然寂静的心性，是不是可以让你在六根门头当中啊，是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众生其他的众生是不是也如此啊？即使说天上掉下来的一滴一滴的这个雨水，不是让你说你的你用六十万斤去算现在滴了几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任何一滴的雨掉落你都清清楚楚。为什么？因为你是湛然寂静的心气，对不对？所以任何一滴一滴的雨落下来你都清清楚楚，而且能够了知什么？了知什么？不可得，不可得啊！不是说叫你去算好几滴啦，这个法义你要注意，你能够了知啊啊，有若干的投诉，那个是因为你湛然极静的心境当中，对不对？法法皆真，法法皆如，本无一法可立，岂有一法可遣？所以任何一法，即使是包含一滴雨的落下啊，你都知道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哦，他意思是这样，是在强调我们湛然极静的心性，不管外法如何的变化，他总是如如不动，就是因为他是如如不动，湛然极静，对不对？所以任何一滴雨落下，他都是清楚了知啊。我们的真智啊，如如智，气入如如理，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啊，要注意到这一点。然后包括哈呢啊啊现前的种种的植物啊，这个无情界壤啊啊，松树何以是直的啊，荆棘何以是弯曲的啊，那个举两个啊，举两界啊啦啊，该之寒呐、啊、寒区域的无情界植物啊啊，以及动物啦，对不对啊？骨何以生来？它是白的。啊，那乌鸦何以生来是黑的啊？但是我这个地方要告诉你，为什么天鹅是白的，为什么乌鸦生来是黑的？几个字，几个字是什么？一业受报，哦，都是随着个人的业缘而来的，对不对？随着个人的业缘啊、哦，所以这个要注意。所以说呢，啊，一一皆了缘由啊，讲到要讲到缘由，就讲到行因呐、啊，对不对？好，即知其垢命的由序，啊，由序指的是指世因呐、啊，嗯，了知寿命的缘由，和、啊、了知啊各命的由序，它、啊、就指行因跟世因呐、啊。哎，这个就是为什么呢？啊，我们这个解决啊，解根结啊，解了点啊，解完讲了之后呢，我们会老师会告诉你们啊，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来了知什么叫做无因啊啊，色因、受因、想因、行因啊，它是怎么来的啊？它是真实的吗？啊，或是虚妄的？啊，既然它是虚妄，为什么我们会有劫着、见着、烦恼着、众生着、命着呢？所以呢，这个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这个是在376页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假如下个礼拜没有办法讲到，就是下下个礼拜，让大家知道哦，受因是虚名的啊，为什么想因它是融通的呢？是不是啊？为什么色因它是坚固的妄想呢？哎，到时候我们就从376页当中啊，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来探究。好，接下来，好，我们所说的啊，选根解结比证。好，是故阿难，我现在已经讲到777页的末行经文。是故阿难。随汝心中选择六根，根结若除，成相自灭。我看到无迄个自灭，唔是你将六尘碎为微尘，不是，它真的是根结解，成相自灭。我看到一个自灭两个字没有？好。
诸妄消亡。好，不争何待呢？好，那这个看到这一段之后啊，我们现在看到778页全释文啊，佛智是圆照法界的啊，无所不照，无法不知啊啊，无一法不知啊，一个字，无一法不知啊，不用无法不知，任何法他都不知，他这个修他了哦，不要错解佛意，则所说解结之法绝不差谬，所许取证之事，就是所许知的取证之事啊啊，绝不怎么样啊，意思就是说绝对不会耽误啦，绝对不会有错误的啦，意思是这样。但是在这个地方要讲啊，因为佛智它是圆照法界，大寂灭人，对不对？一真法界啊，所以说呢，随着汝，这个汝是指阿难，哎，阿难尊者，随着你阿难心中来详察，注意哦，详察不是用肉眼哦，哦，是要用智慧来仔细的检择，选择六根当中是最圆通之根，最圆通之根啊，这个最圆是指最圆通，那我们就讲最圆之根，嗯，好啊，意志解决，以初心下手之处啊，以初心下手处便是一处。好，那么呢啊，心无恶用，注意这边加一个字，心性。无恶用，为什么心性无恶用？啊，为什么心性是无恶用？因为我们湛然即见的心性，它是本不生本不灭的，是不是？它是妙用无穷的呢，对不对？所以它是无恶用啊，你不能把它当作有，也不能够把它当作空，对不对？啊，也不能空有啊，两个俱用，也不能够离开空有，因为它是妙用无穷的啊。是不是？所以立当专一，专一的话就是一门深入的意思了 所以呢前是选一根啊，但能够于此一根当中，一根就只做一对圆通之根啊。那么呢六劫若能尽除啊，那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以耳根圆通法门来讲的话啦，啊，就是直解六劫越三空啦，对不对？那假如以世尊所说的，对不对？啊，结波罗经所起的所形成的啊，所打的这个六劫来讲也可以啦。所以说，六劫若能够尽除，则出之成相啊，跟你讲。这边讲出的神像就是指四大啦、啊、六尘啦、啊、对不对？好，自然先灭，注意哦啊，六劫就是耳根的六劫啊，若能尽除啊，则出的神像自然可以先灭。好，那么呢细之诸妄啊，意志消亡啊，细的诸妄，假如我们以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来讲的话，是指什么啊？觉解啦，啊，还有空解啦，还有灭解啦，对不对？那假如以解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里面所讲的六解，是指什么？动成解啦，见成解啦，根解啦，对不对？这个是站在啊，解六解越上空来讲啦。那假如是指啊，我们世尊以结波罗经所啊形成的这个六解啊，那、啊、当然我们从上个礼拜到今天都是讲那六解升起的这个次第哦、啊，这个地这个要注意的，啊、要注意啊。所以说，好、啊、妄尽真存，注意妄尽这个尽。这个尽指的是指转世成智，好，或者是说以解六劫越三空之后，妄事尽除了，那你真纯，真纯就是真心真性即显，就在当下，就在当下啊，唯一绝代之真心
啊，就是说啊，望境也可以讲说啊，我们的如如自清如如如理的那一个当下，我们的真境真境，就是在契入心源的那个当下，就是当下简介，不离当处，不离当处，不离哪里？不离我们的真心真心，对不对？啊，到此则是彻法底缘，一真一切真，无妄可对。但是你在这个地方啊、哦、啊，要所说的，因为我们的湛然寂静的心性，它本来就是法法皆真，法法皆如啊。那这个是指因为众生有三七六出啊，有习气，对不对？有种子，所以我们讲。啊，所以呢，啊，细的诸妄，还有粗的成相，哦、啊，都是要有顺序的啊。意思是怎样？啊，不增即是妄，啊，不增哦，啊，不增不是就近增啦、啊，那即是妄。故曰不增何待呢？啊，意思就是说，他 啊无妄相可相对。因为你假如开采出你湛然寂静的心性，对不对？你生灭寂灭，一切的生灭法本来就没有生，何来有灭？假如我们讲生灭寂灭，你要站在这个地方讲啊。动，假如以观世音菩萨跟圆通来，动成解升起，那是不是先解动成解，然后见成解，这个升起，作为一节升起，一节灭，在另一节升起，在一节灭。其实动成结生成动成没有实体性，变成也没有实在体性，所以你要解动成结变成结，要在什么地方解？要在什么地方？你要了知成不可得，我们湛然极静的心境，它本来是如如不动，这个时候呢，生成不管是动成跟变成，它自然解。我们的根结一结，为什么根结一结？你根结你的六根当中，尤其是你耳根，耳根里面是不是有你的闻性啊？你的闻性开采出来，对不对？那你的这一个所面对的啊，动成结跟见成的，你了知他们不可得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根结一结，六根结随着结啊，因为你耳根结结了，那你眼根。啊，也跟着结，是不是也是同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那鼻根呢，也是同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说，一根即反缘，好，那六根成解脱，意思是这样。哦，所以说这个地方要了知啊。好，来接下来，好，阿难，我今问汝：此劫不如今，六劫现前，同时解疑。啊，这个音也可以当作是解，然后得同处佛，佛也是尊啊。世劫本以次第往生啊，世劫就是说这个六劫啦啊，本是以次第啊啊往生哈，往不如今而生，今日当须次第而解，六劫同体，解不同时。则解解时云何同出呢？哦，啊，说啊，要身为世尊，嗯，对不对？啊，十道弟子当中，对不对？啊，阿难尊者是世尊十道弟子里面什么第一？对，是多闻第一。哦，所以啊，这个他所回答的啊话，那确实是很轻。入我们法义，好，这呢，此段呢，就此处呢，如来故问阿难尊者，故问六天的佛，那故问，嗯，阿难引悟啊，就是说，除了是阿难尊者之外，还有余问大众啊，啊，啊，引导他们要悟劫的次第，就是劫生前的次第的，哎，啊，以免后人呐、啊、迷悟，这后人也会指什么，啊？对着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对不对啊？佛问阿难：此经六劫现前存在，就是说啊，就是由《解般若经》所打成的这个六劫现前啊，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啊。那你要若是要同时解疑，这疑就解的意思，若是同时哦，
无法有通知能力的，要同时来解除这个六劫，能得同时解除佛、啊、阿难尊者也，佛也是尊，因为六劫啦，虽然同是以一经为起，当然就是解波罗经啦，才形成六劫啦。那么呢，啊，六劫时，这个是说六劫形成之时，那么呢，劫时就等于在其上面意思啊。六劫形成之时，啊，乃有先后的次第，并非是同时啊。好，那么呢，此六劫欲解之时啊，亦需要怎么样？亦需要次第而解，因何可以同时而除呢？啊，所以佛之意啊，原是要阿难来悟明解的解升起的次第啊，还有呢啊，那所以啊，这故问啊，今者所答不谬，不谬就是是正确的啦。好，佛言哦，这一段。这一段啊，啊，没有这么样的简单啊。假如初学佛者呢，一个人看一个，解第几节，解第几节，对不对？啊，出什么生死？一个人在看讲，啊，无我即马是第已经是第几格啦？伊唔知影讲讲，伊即马六格拢有啦，对不对？哎呦，啊，无我即马是该第几格啦？哎，啊，这个讲到这边哈、啊，我们所要注意。这一段没有这么样的容易来记录，但是老师要先大家来做功课，老师先将你们分段哦，分段啊，义理的分段啊，对的，你先将这个义理分段做好，那么下个礼拜啊，我们呢可以一上课之后，我要是问，然后你马上答得出来，嗯，对不对？比方我说，哎，阿婆罗俱生我执正极果，马上回答。数个阿罗汉啊，对，第几行？倒数第四行。一路上面一个老师帮我做功课。啊，你现在是你现在是第几国？大概弄讲数个名，对不对？跟这个四国差得很远。好，好，啊，现在我们来看，好，这个地方啊，我们先请经文。佛言：六根解除，亦复如是。此根初解，先得人空，我看到那个人空的，人空就是我空啊，啊啊，空性圆明，成法解脱，啊，解脱法已具空不生。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法解脱，还有一个解脱法已，有没有在那个大章的这一个？啊，这个老师跟大家结缘的那个表解当中，老师有特别跟你们强调，什么称为解脱法义啊，什么称为法解脱，什么称为具空不生，哈、啊，对不对？啊，你们要贴一点标出来。老师，那快这边标一点，你现在紧张了，还来得及，嗯，哎，还来得及，意思表示说，你现在已经知道这个法义啊。没有这么样的简单，用你的六十万斤就可以解。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好，现在呢，你必须要先啊，你们现在先做功课。好，你看这个全是我的第三行，此根初解，现得人空。你把它画一个长方形。哎，好嘞，注意。好，然后呢，接下来啊。啊，我们讲到解根初，此根初解，先得人空，对不对？好友，你要注意这个，你过来，你所说的就是说二四第五行啊，解二解离尘，破我执分别，我执分别就是分别我执的意思啦。啊，那么呢，得以什么果期？好、啊，你这边再把它画一个长方形。哎，那这样子的话呢，有一个段落，下个礼拜讲，你就老师讲，你就不会慌乱，哦，好啊，接下来啊，这边有讲出果期，对不对？啊，解二解离尘啊，破我执的分别，就是分别我执啦、啊，啊，那么就于出果期啦，啊，好，那么呢，解三结净根，破
具生我执，那就是其几果，四果其，那证什么空？我对啊，你这边啊，就是这个啊，四果其啊，得证我空，你要把它画一个长方形。啊，所以说这边有讲到此根初解，现在人空，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好，这个三空当中啊，此空居前，就是我空啦、啊，所以要先得人空，对不对？啊，也就是解前面的啊，这个劳见发尘，劳见发尘是不是指我们这个世尊所说的卡啊？心性狂荡有没有？是第几节呀？第四节。第五节啊，第六节啊，就是解节，就是劳见发尘。那当然解的话，是指先解第六节，再解第五节，再解第四节。但是假如说啊，要解前面的劳见发尘，就是后面就是啊比较粗糙的这个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都要解啊。所以说呢啊，解了根尘的三节，出什么生死？断。分断分，分断生死，出分断生死的意思就是说不受后有了，哎，那、啊、就是要进入什么？进入变异生死，因为呢，啊，证得我空之后就是阿罗汉啦、啊，阿罗汉是不受后有的嘛，啊，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注意看，空性圆明成法解脱有没有？这个地方再把它画一个长方形，哎，你现在做功课以后，你回去以后哦，自己先啊。啊，自己先解解看看，哎、嗯，看来怎么怕感的，好，好，这个地方要注意啊，空性圆明啊，然后再看左边一行，空性未增圆明，你也把它画成长方形。哎，前面讲空性圆明生法解脱呢，可是这个地方又讲说，为什么空性未增圆明呢？啊，是因为你只是证得人空啊，还没有证得法空呢，所以称为空性未增圆明呢，对不对？啊，所以说你要注意，刚好是左右两行，所以你要分别出来，为什么一个是空性圆明，啊，一个空性未增圆明，对不对？好，那所以说，好，再看最后一行，先舍自爱，好，框起来。啊，然后再往下，再舍离爱，哎，自爱就先舍自爱，为什么要破分别法执呢？啊，那么呢，再舍离爱就是要破什么执？对啊，所以你现在把它框起来，你回去之后呢，你都别啊，那刚刚断落对你来讲是有一个障碍，你没有办法啊来弃入。好，那接下来。啊，看到780页里面，啊，有没有看到空性圆明而成法解脱无门？嘿，好，你把它画长方形。还有第二行，解脱法语哦，前面是讲法解脱哦，啊，第二行就是解脱法语具空不生，要把它画长方形。好，那接下来你再讲什么称为顶堕细障？第三行，你在那个顶堕细障当中呢，你把它画一个大问号。好，然后呢，生灭寂灭啊，第五行，生灭寂灭，寂灭现前，就是解了第几节？心性狂乱就是第一节嘛，对不对？好，那就把它框起来。好。我们今天呢啊，就暂时探究到这个地方。老师呢已经帮大家啊，将这一个法义跟诠释文啊的坐落点跟大家来做一个啊来说明。而说呢，你自己在家要精进之时，你也知道，我、啊、才不会偏离啊这个法义太远啊。好来啊，我们现在来回向。